4000站，4000以上的有没有？有没有4000以上的？有吗？谁？哦，来哈、哦，所以1234号是银行董事哈、哦，现在你就是当四号的银行董事长。那保险公司有没有5000以上？有没有？一位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所以保险公司现在是2号当董事长。汽车公司是你啊、哦？对。多少？哎、不能透露。不能透露。大概啊，大概。多少以上？多少？5000以上有没有？他是一号。一号就是一号。好，航空公司5000以上有没有？2号，2号现在2家了。五星级饭店，2000以上的有没有？1233号。百货公司，8000以上的有没有？9000以上。你有，你不是有处理处分掉一些？那不是百货，哦，百货公司我看错。对吧？OK， 还有两列。对，好。好，他是1号，啊，1号，哦，对，我怎么老是勾错的？是一号，对对对。银行是谁？我。银行是你，4号没错嘛？这样会不会完了？会啊，会哈，就是你现在两家，一家，好来，现在进行第二回，你们可以。卖掉期货赚钱去买股票，这是被允许的，因为这个游戏的期货做多了。但是你们就要小心了，小心，比方说像这个人，一号已经有2家了，你们如果卖掉股票去买别的股票，也是被允许，但是很可能你的经营权就会移走，因为大家起始的资金都是一样的。这样就有点竞争的感觉。那玉如刚第一回合一下就获胜，这次先让大家一下。我们一样哈、哦，谁3家，谁就获胜。